看了机场图，想到之前琢磨的一件事，王一博这个耳机居然还在用，还专门为这个耳机买了个转接头，也够细心的，爱惜东西的，这么忙没丢就很佩服。这副耳机王一博用了很久很久，至少是2018年到现在2021了，以前几乎每一次的机场图他都挂着这副耳机。这个型号在某宝找甚至已经下架了，很久之前去搜的时候我记得也不过几百，在品牌和同类型耳机里真的算是很平价的了。这个世界这些东西在不断更新换代，可他自己的东西就会用很久，包括很多衣服裤子或者帽子，清晨或者深夜，各个陌生城市的机场里，驶向未知目的地的车上，安静或喧闹的周围，是这副耳机陪他走过很多心里的路，给他了一点属于自己的小世界。一切的改变却都没有改变他，实实在在的，一件衣服用几年，一个包用几年，一个耳机也能用几年。